这边的礼花呢开得特别的漂亮，我今天呢跟我的朋友也是特意上来这边打打卡，来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。现在是四宝礼花盛开的季节，然后开的漫山遍野非常的壮观，和几个好朋友来这边打卡，然后欣赏这么美丽的风景，也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愉悦。今年正月天气比较暖和，礼花开得也比较早，欢迎大家来四宝赏礼花，品当地美食，体验非遗雕版印刷和漆器技艺。